然后抓着他的肩膀，把他手锁去后方，然后一个吸听。好，大家好 ，OK， 我是月神空手道教练。好，今天呢要教大家，如果有人抓着你的手臂的时候，你要如何还击？好，来，我请我们的助手出来示范。好，抓着手臂 ，OK， 好，首先这个手夹着他的手腕，然后再抓着他的肩膀，然后再转去，把他的手转去后方 ，OK， 转去后方过后，用膝盖顶他的肚子。OK， 顶他肚子过后，然后再一个下肘击，把他打下。好，再来多一次啊。OK， 好，左着。好，如果你要在这个瓦解他的手之前呢，你要给他一个正拳线也是可以，或者是手刀。OK， 好，这个都可以啊。好，比如说我给他一个手刀，然后再来转。OK， 锁着他的手腕，然后抓着他的肩膀，把他手。锁去后方，然后一个吸听，然后再一个下肘击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OK， 好，这是今天教你的这个防身术的技术。OK， 好，可是大家要知道呢，这些防身术的技术呢，它只是一个技巧。OK， 至于实不实用呢，这个是要看练习的他们的这个这个心态哦，当然，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肯定是要保持镇定先，才能够做到这一些技巧。OK， 好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一个赞，然后再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